今年 Mannings Plus 已經是第六次得到最佳服務零售商呢一個獎項啦。今次得獎的關鍵，我相信是因為我哋團隊每一位都有一份使命感，而我哋嘅美容顧問啦、藥劑師啦、註冊嘅營養師啦、健康大師，亦都為我哋每個客人提供一個很專業的服務嘅，例如體重管理啦、免費嘅營養諮詢啦、健康分析啦、疾病同埋藥物嘅諮詢嘅。咁我哋就可以滿足我哋每一位顧客健與美嘅需要啦。神秘顧客計劃正正為業界提供一個平台，等我哋可以了解唔同行業嘅服務水平，互相激勵，互相學習，亦都幫到我哋公司可以了解而家消費者佢哋對零售業嘅期望啦，佢哋對服務嘅要求。咁我哋就可以為每一位客人度身訂造一個稱心如意嘅服務計劃啦。而作為我哋呢個組別嘅 leader， 無論我哋前線啦，同埋後勤嘅同事，我哋都會繼續探究顧客唔同層面嘅需要，適當咁調整我哋嘅服務細節，全面貫徹我哋嘅服務理念，鞏固我哋嘅品牌形象，繼續領導業界。